HSK 5级语法，将就是会的意思，但是将比会更正式。其实，在中文里，我们也很少用将或者会这样的词来表示将来，除非我们真的很想强调这是将来以后才会有的事情。比如说，我们会常说"我明天去吃饭"。 而我们很少说"我明天会去吃饭"或者"我明天将去吃饭"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三个关于"将"的例子。第一，这个会议将于下个月举行。第二，我们明年将去国外考察。第三，他将于本周末拜访我们公司。赶紧去做作业吧。